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旅行青蛙在 GTA 啊，最近很流行这个旅行青蛙。那呢，我们现在用这个旅行青蛙呢，跟这个小朋友呢去度假。然后前面这个这位呢是提姆，然后我右边这个呢是 Jennifer， 再来后面那位呢是 Ben。OK， 那我们这一次呢会。看一下这里怎么走出去好了，我们刚才迷路了，那边是伐木场嘛，对不对？来啦，小朋友，跟我走吧。青蛙叔叔带你们出去玩，漫步在这个天气超好的树林里面啊。有没有看过青蛙走路啊？对不对？因为我看过青蛙下蛋，没有看过青蛙走路。啊，前面有一对那个登山客啊，我们去问他一下这个接驳车在哪里好了。我们这次要去的呢是一个小岛啊，小岛呢会有个别墅，然后呢会有他们就是我在那边办个 party 啊，然后我们可以去那边玩耍这样。OK， 那他们告诉我呢要先到山脚下呢，下面会有一台接驳车可以带我们过去。OK， 这些人好像也在等接驳车啊。啊，这旁边啊，哦哦，太好了，小朋友上来了，上车上车喽，坐不下坐后面啦。Jennifer 坐我旁边哎，提姆好像有点吃醋啊，不行啊，叔叔要开车啊，对不对？哦。看样子我们已经到了，这边人好多啊！哎呀，这个女生，这个表情怪怪的。算了，无言以对。小朋友，等好了，我先跟叔叔借一下机车啊！耶，提姆，上来啦，带你去玩这个越野机车。我们要从哪边开始啊？这边开始好了。先去前面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哇，是青蛙飙车哦！呜、哦、呜、哦，好可怕！哦，这边好像在办 party 啊。哦，那个停机坪啊，没有直升机哦。可以再过去了吗？哟，下面还有哎，哇，这里看起来很赞。来吧，提姆，我们下来。我们去看一下前面。哇，这个小岛大！哇，他们在围炉哎，是什么萤火晚会吗？唱歌又跳舞的，还有辣妹，有狗狗，还有青蛙。哇，好性感哦！哎呦。不好意思 ，Oh my god！ 我居然把他推倒了，哎呀，哎，你在那边不太好吧？那边都是火哎，他居然在那边站那么开心啊！我来拯救你了，小姐，你过去一点啊！哎呦，我拯救你了，不要生气啊，我只是想把你推开而已啊！哇，怎么，杰尼和走？哇，这边。花花草草好多、哦，可以爬过去看一下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你看前面，哇，你看小岛跟小岛之间呢，有一些需要脚踏车啊、摩托车、越野特技来穿越，看起来是有点难度啦，对我青蛙来讲，等下借一台脚踏车好了。哇哦，这边有喷水池啊，然后这里是干嘛用的、啊？烧肉吗？哎呦，
你居然这过不去哦！哎，你好歹有个栏杆嘛！哇，你看这个小岛跟小岛之间有那个像是木头，还有树木啊。我们可能要从骑摩托车过去吧。那你看这个没有栏杆，随时会掉下去哦。我那个人居然坐在那边啊，怕不怕高哎？我们实际来测一下，推下去吧。啊，掉下去了。看到没有？没有栏杆就是因为这样。小朋友不要示范。好，我们先借这个脚踏车去看一下。嘿咻嘿咻，哦，好快好快，哇吼，表演特技啊！哇，特技跳不跳？有办法过去吗？喂，哦哦哦，哎呦，哎呀，这样怎么上去啊？糟糕，我技术不好啊！哦，撞到了！算了，我们用跑酷的好了，用跑酷的好像比较快欸。哇，他们居然坐在这里啊！居然不怕海浪。好，来挑战一下青蛙跑酷。嘿，嘿，嘿，哦哦哦，好危险哦！你看这个，嘿，哦，嘿。哇哇哇！我通过了耶，酷哦！然后这要怎么过去啊？左边吗？右边？哇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哇，这个 view 好棒！这草都快跟我一样高哎！哦，撞球桌在这里呀、啊！这就在这边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在烤肉？他们在聊天啊！哇，辣妹！哟，这边有个人独自在那边跳舞啊！哦，他帮我点了一杯酒啊，跟他一起喝好了。嗨，你好，他在跳舞。OK， 你好，我是青蛙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，就是应该不算豪宅啦，就是一个小型的活动据点嘛。那这个地方看起来还不赖啊。啊！居然建造这颗大石头的上面有个平台啊，然后再把它建上去。我先把它关掉，这个不见得掉下来。Oh no！ OK， 我们现在在游泳，青蛙游泳比较适合吧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喜欢这次的青蛙旅行呢，请在下方留言。青蛙旅行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活动会比较好呢？那我们下次见喽。我们继续的游泳啊，青蛙在水里面比较适合啊，真的。哇，好漂亮的水啊！哇，啊，要再过去啊，我有深海恐惧症啊。哇，光线透进来的样子。